再出发，各位乡亲们，我们为台湾走出第一步，我们支持产品安全分级制，我们希望过无毒的生活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！我在喊台，无毒生活，你们喊健康台湾，喊三次我们就出发，好不好？好！无毒生活，健康台湾。请三个，我们后面的队伍尽量不要掉队，我们后面的队伍尽量不要掉队。可以，好。那个何秀，跟他讲拿斜的，斜的就会直的，出发了。对，两边向内，两边向内，向内向内。路人招手，请我们的路人加入我们的行列。我们要求政府，我们要产品安全分级制，我们要拒绝地沟油，我们要拒绝烧水油，我们要拒绝有毒的产品，我们要过无毒的生活，无毒生活，健康台湾，无毒生活，健康台湾。无毒生活，健康台湾。非常好，我们一直走，走到国父纪念馆，请国父为我们做水。我们要过无毒的生活，健康台湾。健康台湾。健康台湾。因为要做防火墙，不走。希望台湾人民跟我们一样走出来，请
天是我们的第一次，以后会有第二次，会有第三次，会有第四次，直到我们政府重视产品安全分级制，好不好？无毒生活，无毒生活，无毒生活。伙伴们，你们是最可爱的，你们是最棒的，给你们加加油！公路的马路上，我们国家派出警察来保护我们这一群可爱的天使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今天是第一次，我们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今天是试水温，我们希望政府重视产品安全分级制，好不好？无毒生活，健康台湾。无毒生活，健康台湾。好，各位伙伴们，准备喊最后几次啊，让警察知道我们来了。无毒生活，健康台湾。健康台湾。健康台湾，他站一下，我倒的心话，健康台湾，我倒的心话，健康台湾，耶耶。好棒啊！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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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！哎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哎，走出来，给大家一个掌声，摇摇旗，好不好？我们目的地在前面呢，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看到我们的旗帜，我们的诉求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我们的诉求：无毒生活，健康台湾。无毒生活，健康台湾。无毒生活，健康台湾。好，非常棒！今天中视、民视、华视都会看到你们，回去赶快看喽、哦。你们有多伟大，我们有专门的人行道，因为无毒最大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。我们要不要支持无毒？要。我们支持产品安全分级制，好不好？好。无毒生活，健康台湾。